才刚送出200多份的便当，又接到讯息要再追加，相继志工立刻点火烧饭煮菜，不迟疑。哎啦，你这边算，那都嘛太多啊，你嘛都是赶紧的。40，又加到100，现在又加50，20又加，一直加，加到我们现在都尽量的找菜，就赶快有什么菜就补位这样子，所以是就是给他圆满啦。慈济罗东联络处从事件发生开始，没有限量，持续提供热食和便当。从半夜的热汤到早上的咸粥，甚至是午晚餐的饭菜，没有停顿。把你送给那个石秀珍师姐，感谢你，你送你。负责送便当的机动组，除了车子，还有机车来支援。这一趟路，他们已经来来回回好几次。变成一点嘛，终于成一点嘛。面包啊，结果落去就特定的面包哦，找无要去迄落石油的去买，啊买，拢甲表空空，啊送去现场去，啊到遐落，等下到厝才落去。哦。宜兰慈济志工夜以继日全力动员。医院的慈济早餐吧清晨5点就开始供应，中西式都有。除了工作人员，伤者家属、志工是特别细心招呼。我们有准备，就是早餐，就是豆浆、馒头，还有咸粥，哎，请他们享用。啊，可是，好像家属也吃不大下去，大部分是随他们比较需要，因为家属可能泪流的太多。就是喝水，他们会比较让他们比较心安。送餐的工作从暗夜到白天，每一份餐点都是热腾腾送达，也期待这份温暖能够真实的传达心中的祝福。感恩哦，辛苦了哈，辛苦啊，长官，谢谢你们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沈英芳、江文龙，宜兰报道。好，从暗夜到白天的还有这一群，就是救灾人员，他们几乎也是24小时都没有休息的。刚刚好今天白天的时候天气很好，太阳稍微大了一点，就有人累到中暑了，也有人是在救灾现场工作的过程